说说吧，各抒己见啊。要我说呀、啊，论功行赏，要分一碗水就得端平，谁多谁少也不合适。我没关系啊，连我一块就行。不患寡而患不均，咱们七个人不好分呐。分八块，我要两块。我是新来的，你们都得让着我。何老师，您是接长，您说了算。按我的意思呢，一刀切。这个夏天一起分享，你好星期六，精彩慢播报。